见过吃饭多加点调料就被老板追着打的戏码吗？根据九派新闻的报道，近日江苏常州一小伙子吃馄饨时遭到老板的推搡和谩骂，甚至将他赶出了餐馆。视频中一名自称是老板的黑衣男子揪住了小伙子的衣服，怒问你加什么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有天大的内情呢。女店员也冲过来指责，你每次加的太多，下次过来我们不卖了。说出来您可能不信，小伙子只是多加了点醋，竟然惹得店家不乐意，老板不仅扇了他一巴掌，还扯着他的衣服毫不留情地推搡他走，边推边爆粗口，我是老板，让你滚就得给我滚，赶紧付了钱给我滚，好好的饭吃不了了。小伙子赶紧付了10块钱摊费准备离开，没想到老板还是不解气，还要追出店去打，这得是多大的仇恨呢？目前该店已经关店，相关部门正在调查。咱们就说君子动口不动手，做生意都讲究和气生财，更何况还算是老顾客，要是真的介意调料放多放少，也可以整个明码标价，让小小的调料整个收不了场，太不值当。